特王妃真实唯美生活照第四幅图，简约裙装搭配非常时髦。威廉王子和凯特·米德尔顿的爱情故事始于2001年，当时他们都是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的学生，住在同一栋宿舍楼里，缘分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时候的凯特王妃知性优雅，甜美的笑容令人难忘。威廉王子和凯特·米德尔顿于2010年宣布订婚，直至2011年4月29日，凯特王妃带着甜蜜的笑容嫁给了英国威廉王子。她温暖笑容令人难忘，而且其官方称号是王室剑桥公爵夫人殿下凯瑟琳。凯特王妃成为英国王储威廉王子的妻子后，她明艳的面容、优雅的举止、出众的穿衣风格、亲民的性格，让她成为新的皇室代言人之一。凯特王妃时尚装扮丝毫不逊色于戴安娜王妃，简约裙装搭配非常时髦，优雅显气质，难怪英国威廉王子会那么爱她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：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